这四十个这我还说吃不完呢，这一会儿不干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一段时间啊，这个过中秋节呢，家里边比较忙，这个没有时间去给这帮狗子们做这个大餐，谁都不吃也没事，但是咱们家虎妞，她必须得要吃，她带着小狗太累了，是不是？她必须得要吃饱吃好啊。我这个没有时间去给她炖东西，所以说咱就给她买了两兜这个牛肉蒸饺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啥的，这里边都是牛肉的。你吃一个呀？这呀，一兜肉丸，哎呀，他先解个馋，加上我也馋，但是我不能吃。哎呀妈呀，你别弄衣服上。哎呀妈呀，味道是不错的啊。看有多少个吧，你这两兜这是多少个呀？这不少。哎呦妈，你看看蒸饺啊，家人们，这是发面呢，这狗吃了也好消化。又有叔叔吧。四十个了，带你吃那四十个，带我吃这个四十个，再给他加两块月饼啊，这个是咱这个中国产的，中国的传统月饼，中国传统月饼五仁的啊，就放这儿吧。这一块你看，榴莲的，我不知道他吃不吃啊，这会儿老窜了，我专门给他留了一块榴莲味的，先放着。你俩不吃月饼？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这蒸饺，这家伙跟咱过年包的那饺子有啥区别？咱包的个大，这四十个，这我还说吃不完呢，这一会儿不干完了。那可是榴莲味的啊！呀呀呀，那咋不嫌臭呢？哎，你别可别说，吃这个榴莲味的还倒那啥了。你别干约了一会儿啊！你别干约了。倒挺在行的，你看见五仁的在这放着，他都没吃。哎呀，我给你来点水吧，给你接杯水，准备着啊。这哪行啊？还说这榴莲味的能熏着他不吃了？哎呦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榴莲味月饼？我可是没吃过。这玩意儿，我是特地给他留了一块，我看那狗到底吃不吃榴莲。还可以啊，人家不嫌有味儿，直接一口就吞了。我说你这吃的太快了，这是一个人也吃不了这四十个蒸饺啊。哎，你在盘里吃吧，你掉到哪都是。这个倒是没掉，就那榴莲的掉了。呀，那个品了品味又吐出来了，没有这个榴莲的好吃，这是。能吃下去了不？我来一个吧。能不能给我留一个，虎妞？哎呀！不，你这囫囵吞枣，你吃的太快。得，最后还一口俩。直接就咽了。喝点水吧，喝点水吧，给它倒盘了，要不稍微倒点，少来点，喝吧。哎，你看，你气人不气人？这玩意儿，这肚子，这四十个包子啊，这加上两块月饼下去之后，这肚子瞬间就起来了。我还想呢，我说给它稍微晾一下，我这开门你也没控制住它，直接上来就吃，还是一口一个。你这第一个你吃的都不烫，那他吃的能烫啊？刚出锅的，人家这是出完锅就这一路，我就开的口，稍微就让他兜点风，亮了一点，就到家之后他就一口一个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热按理来说他们不应该吃，真没想到不烫。啪啪的一个劲吃，这也算我们虎妞今天点了份外卖，你知道不？平常就在家吃家常便饭，今天这个外卖是吃的挺爽。我看着一般情况下，这你一年一年的也不吃个外卖，刚吃饱了就往里一跑，
又想小孩了，又想小狗了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让我把他们撵开点儿，别憋着腿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上红就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虎妞吃完东西就开始想他们小狗。哎呀，起来啊，别动啊。虎妞不咋清理了。哎呀。虎妞不动了，每当吃饱之后，它就一点也不动。看，舒儿他没奶水，看他喂了多大会儿了。啊、放哪儿去呢？啊，就是啊。今天怎么样？高兴不高兴？这外卖给个几星好评啊！这外卖，一会儿给打个好评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吃完了之后就进来一位小狗，你小狗你看咬住之后，几乎马上就有奶水了。嗯，你看你这一嘴羊肉包子味儿，呀，羊肉包子，你妈也吃了，人家嘴有味儿，你嘴也有味儿。你应该是一嘴榴莲味儿，我觉得。榴莲味儿倒没啥，就这个包子味儿啊，这个羊肉味儿太重了，这个牛肉味儿太重了。牛肉味儿，嗯，牛油味儿。看，弄我一胳膊，这咋整吗？啊？没有了，它自动都撤了。一会儿没水了，它就走了。大家感觉虎妞吃这四十个包子有没有吃饱啊？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特别香，弄得馋的我都想吃一个了。但是呢，我只能吃那一个，我不能再给它抢啊。毕竟它带着小狗了，能吃能喝，它这才行了啊。要不然这个奶水从哪里来啊？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啊，没有时间给它做饭，给它买点现成的让它吃一下。现在此时此刻肯定大家都在说了，这包子里边有大料，有盐，也是这个事那事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没啥事啊，偶尔的你让他吃一点他没事，他不是说吃完这种东西他就那啥了，就这个中毒了，他这个没有，这个不是说必然的啊，这个都是啥呀，就是不能长期吃重盐，吃这个大料，偶尔的吃几次没事，尤其是咱家，这个剩那个剩菜剩饭，不里边把那大料给挑出来之后，也可以让他吃啊，这个放心就行。